现在是早上6点钟，然后我们今天呢要离开德里去阿格拉。阿格拉就是这个泰姬玛哈林所在的城市，然后呢这边离阿格拉呢大概是200公里左右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坐火车过去。嗨，谢谢大家看一个火车站，真的是到处都是人在这边睡觉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住的青旅的顶楼，我的天哪，是泰姬玛哈林哎！看到吗？就在这边，好棒呢！然后这个 Taj Mahal 大家都说早上看会比较好，所以我们明天早上再去看。The next day， 早安，现在是早上5点半，我们要去泰姬陵看日出了。Oh yellow。门票是包含一个水跟一个鞋套。我们进来泰姬玛哈林了，然后这边超严格的，很多东西都不能带。刚刚就是带了一个脚架，然后要跑去寄放，然后还有就是食物不能带，然后门票超贵的，1300，应该是整个印度最贵的景点。大家都起好早，你看现在才6点，已经那么多人。真的好多人啊，而且我们门票呢只可以进3个小时 limit， 就是3个小时过后你就要出去了，为了限制那个游客的数量。这 Taj Mahal 呢是那个沙贾汗皇帝呢建给他的爱妻，为了纪念他的爱妻呢，就是产下第14个孩子的时候难产然后去世，然后建了一个整栋都是大理石的一个陵墓。我不知道镜头里面看得出来吗，可是现场看真的是超震撼。然后呢，其实还可以进他的陵墓里面看，可是呢，陵墓里面是不能拍的。这陵墓的主体呢，是要带上刚刚他叠的鞋套的。那么多人啊，真的是最热门的景点。我们要出去了，我肚子饿，我要吃早餐。这边晃的差不多，我早上6点进来了，现在已经8点半、9点了。可以出去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他不给我带进去的脚架，现在是一个自拍杆，然后呢下面它就可以拆出来，然后连在这边，然后变成一个脚架。可是呢他可以给我带这个自拍杆呢，他可以给我带，他要我去寄放这个脚架，就我不知道他的逻辑是什么。